们小张啊，今天又来赶海了。这好多朋友都说我这个抓鱼不太行啊，这今天又把这个渔网带着了，看今天能不能抓到大鱼。走吧，我们下去看看。这想来抓鱼，怎么发现了大螃蟹啊？那今天这个大钳子不好，也没带来。这是个花袋，不是啊，这是个指甲盒。我的妈呀，我得从后面拿。嘿，啊，这东西被夹到了，那我的手得多疼啊！我得快点。看，哎，夹我，也不知道是公的是母的，应该没怀孕吧？啊，这是只公的，没事啊，可以收走。这底下又发现一只，哇，这是个花盖还是只指甲盒？摸在这里，哎嘿，这只不怎么凶，哎嘿，从这边拿，哎嘿，这东西夹到就。就流血了，没有，缓过神来了，从后面，嘿，公的这只收了啊，哎呀，哇，前面这个水坑里面什么情况？双鳗聚会吗？这两条海鳗在这干什么呢？缠缠绵绵的，你看这个身上被这个石头都拉破了，呦，睡了，这条线收了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累了吧？哦呦呦呦呦，活的耶！这条小一点，这条拿起来。哇，这条个头瘦一点，也还行，可以带着啊。两条，哦，我的妈呀！吓我一跳，跟方便面一样，噼里啪啦一下子。干什么？你怎么回事？哎！别动！我加点水，海外离水时间长就挂了。哟，抓石缝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两条海鳗在一块儿，怎么回事？别吓我！好了没有？是不是好了？哇，吓我一跳！那我带你走了啊！别！哎，别！哦！妈呀，这个表情也太狰狞了吧！他张那个大牙，直接跳起来！哇塞，在里面！哇，我不敢拎了，不敢拎这个桶，我一拎这个桶，它这个头就要抬起来，要咬我。哇，是我遇到过最凶的鱼了。走吧，咱们站上前面看一看。这边什么情况？有一只螃蟹，怎么肚皮朝上了？哎，死掉了，个头还不错呀，还是个独臂，新鲜的，可能刚走时间不久。太热了，今天有点啊，晒的，晾着吧，回家吃。哦，看一下，前面那个水坑里面，这是一条大石斑鱼啊，哇，搁浅出来的，这个鱼不错，拿头，哇塞，看这条鱼真是不错，我给它放桶里了，趁它还没有挣扎。哦，哇，今天这个鱼反应都有点迟钝，可能是热的，哦，我的妈呀。这条鱼个头不小呀，收了啊！看这个水坑里面还有不少扇贝呢，这个小鱼在扇贝上游来游去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今天这个水温有点高，这个扇贝真漂亮啊！回家做个蒜蓉扇贝，这水坑里还不少呢，前面又一个，你看，哦，你看这个扇贝肉张着个大嘴，里面那个贝柱啊非常的清晰啊，给收了。真不少，这回家给凑一盘够了啊！这个水坑里也不少，哇，这个真大，这大还张着嘴，看这个大背柱，里面那个肉应该很肥。这边又一个，快抓紧收吧，可能是被浪冲上来了。这个地方，哇，哦妈呀妈呀，这个鱼怎么回事？不愿意了。今天抓的海星有点多，可能挤的。哇，看，快收了！抓一会儿人多了，就开始跟我抢了。一下收了四个。哦，我妈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今天这个鱼都亢奋了。这是石斑鱼跟这个海鳗要斗争一下吗？哦，气的腮都鼓起来了。哎，好了，老实点。现在虽然入秋了啊，但是这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，
今天抓的这些鱼真的是太凶了。哎呀，你看这生命力还很旺盛，我给抓紧带回家吧，还能活着，带去市场还能卖个不错的好价钱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，现在是9月15号的凌晨4:21，我来这边取票，然后一会飞九寨沟。西瓜视频爆了专辑，这些后继的都是西瓜视频的创作者。7:45开始上飞机，飞1个小时就到了。下了飞机后真的是特别的冷啊，大约只有几度，只有我还穿短袖，大家都穿棉袄了，还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才能到酒店。好吧，先到那边做核酸。好嘞。开始办理入住，饭票。我们是住在7407，看看是哪一个。到了，这样。哇，这是一个双床房，环境很不错哎，这个窗户外面很美，还有这个小沙发和小茶几。房间有点凉哎，需要开空调。这边也是我们赶海主题的这一个展厅啊，过去看看看怎么参与。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坐着钓这个盒子。我都看不见。站着可以，站着可以就是抽2个纸张。哦。这样作弊太明显了吧？我都挂不上哎，你不能把我挂上。我这个手不还拍着呢吗？哟，哎哎哎，进来了！哎呀，这帮我看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我的汗都下来了。再钓一个吗？再钓一个。真有耐心。这个感觉好一点。可以。哟，这个好顺利啊！这个好弄。来，开盲盒，抽2张。看一下柜子那边攒那个表情包。做任务一样。好嘞。然后扫就打印出来是吗？把这个图片。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还有。还有点击。哎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出来了。哦，这是我这个赶海这个，可以挂到这上面是吧？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很喜欢小张赶海。下面已经好多博主已经参与了，又获得了一个表情包，一共得集多少个？变身扩音器，那可好玩了，哇！这些都是礼品吗？啊，对。我感觉我那盒挺大的，应该不错吧。行，谢谢。领到奖品了，这怎么玩啊？变身扩音器。这个变声器装上电池了，我们试用一下啊。梨和九寨沟，你看变声了，回家拿给孩子玩应该不错。小喇叭。但是晚上了，有点饿，然后我们。我想吃点饭，我感觉好饿呀，中午就没有吃饱。拿点菜。晚餐感觉比中餐要好一些，来点意面吧。这烤串。好看。这是什么呀？汤。酸菜鱼汤吗？这也汤吧。
什么方咱也不知道啊。先尝尝吧。吃完晚饭后去参加创